报告委员会，现在出席委员11人，已足法定人数，请主席宣布开会。现在开会，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。立法院第9届第3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3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，时间：中华民国106年3月2日星期四上午9:02至13:22，地点：红楼302会议室，出席委员段伟一、康等13人，列席委员刘伟云、四方等26人，列席官员法务部部长邱泰山等5人，主席蔡召集委员异于。报告事项：一、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，决定确定；二、邀请法务部部长率所属单位主管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及立法计划，并被质询。本次会议由委员刘兆豪等14人提出质询，委员吴志阳、林维洲提出书面质询，决定：一、报告及询答完毕；二、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，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。提案4案均照案通过，宣读完毕。好，请问各位委员，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？没有。好，我们议事录确定。今天早上9点到10点排定的议程是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及委员林维洲等19人、委员李俊毅等26人、委员陈廷飞的19人分别拟具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。那本案经上周三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审查，并决议保留条文，另定期继续审查。我们保留的条文是李俊毅委员等26人提案的第7条条文，我们要继续讨论了。请问各位委员对这个条文有没有意见？那个，来，次长要做个说明。主席、各位委员，那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，那就有关第7条部分的法务部的建议呢，是维持现状就不修。那理由呢，我们今天有个书面，就是第一个呢，组织犯罪本条例的第7条呢，是在去年105年的7月1号，配合刑法没收新制的实施呢，有关于没收、追征等，来征订的。那去年的105年5月25日呢？由大院徐国勇委员、柯建铭委员21位委员提案修正，在7月份3度通过，总统公布。这是从105年这个行政院版就修改本条例里面呢，我们就这一条就没有再另外修。所以第二个呢，在这个第7条的部分的话呢，从105年7月以前的架构呢，就是有这种架构，也就是说呢，从民国85年这一条呢就已经存在，在事实上呢，一直这20年来都没有出问题。那有关的委员垂询，是不是应该比照，去年这个12月28号公布的洗钱防治法第18条的体例来做修正？那这一部分呢，洗钱防治法第18条呢是扩大没收，而这本条呢是本案没收，也就是说已经犯了第3条的组织犯罪条例的罪。比方说，这某一个组织 A 组织，他去开爬进狗，去开什么酒店，他这个酒店也许是合法的。本身是合法，但这个所得的财产呢，是为了他该组织来发展这个运作之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认为说这个呢不应该让它存在，不应该，所以才有这个第7条，从民国85年的没收，由他们要自己负举证责任的问题，所以虽然在举证责任是有导反制的作用，但是呢，这个最主要是让组织他的不法的财源呢能够不要扩大，所以这一条跟这个洗钱防治法第18条的立法上呢是有不同的。以上报告，请各位委员指教。需要建议是这一次不修，谢谢。好，这个我先做一个宣告，我们10点钟这个的会议啊的发言登记啊，从9点开始登记啊。那么，请各位委员到这个我们发前面这个签到处啊来登记发言。刚才法务部陈次长的报告，是关于这个组织犯罪条例第7条李俊毅委员等拟定的第7条修正案就不予修正，就不予通过。那李委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好，各位委员如果对这个条文的处理方式没有意见的话，那我们就李俊毅委员等26位所拟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7条的修正案就不予通过。好，我们现在做宣告啊。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已处理完毕。那
没有委员提出附带决议，有没有？没有哈。好，那没有附带决议，我们就宣告本案审查完竣，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处理。请问本案是否需交由党团协商？我们不需交党团协商，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。好，本次会议到此结束，现在散会，谢谢大家。